你们要干什么活？你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于立秋打小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是我们都让着他，可这些收破烂你也惯着他吗？你不但不拦着，你还纵容他。他不收破烂能出这些事吗？啊，他不收破烂能挨打吗？他不挨打能住院吗？他不住院，我们全家能为他到处去借钱吗？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。 爸呀，你知道这1万块钱我是哪儿来的吗？啊，我是管大毛借的。我跟人家离婚了，你儿子是个男人呐，我都差点跟人家跪下了。是，我是于家的长子，什么事儿我应该冲在前面。我想为这个家做出贡献，可你儿子就这个能力呀，爸。 决定了，必须出院。不是，哎，大夫说了，你得安心静养，还得观察一段时间呢。我回家不一样能静养吗？这一天好几百，不说，我爸在那儿……老爸不用你惦记。再说了，咱们住院费够，够我也不住，浪费。哎呀，早知道这样，我昨天什么都不告诉你了。告不告诉我，我也出院，知道吧？老爸是在为我收废品。 他在为我赚钱，我知道收废品的钱是怎么赚来的。哎，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！我怎么跟他交代呀？没法交代，你住，我有病啊！我住，那还不快走？不是，小静，你说。 立秋他怎么了？哦，嗨，他哟，青年没事吧？那个他要出院的，我们这就接他去啊。你辛苦一会儿啊。哎呦，青年没事吧？你我这怎么回事？他要出院呢？啊，他要住院，吓死我了！你说这孩子没事是不是？没事没事啊，那就是立秋这孩子啊，在医院里头待不住了。他可不是为了省钱吗？ 出了院，我好好照顾他。嗯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。他回来以后，他得需要安静啊，他得需要躺着，可不是吗？这样。
亲家母，嗯，你给我拿床被子，我呢晚上呢我就睡在沙发上，把南屋呢倒给那一家三口。哎呦喂，亲家，哎，您真让我感动。其实我这话早就想说，我这不好意思张嘴吗？咱这不是一家人吗？有什么事儿，多交流啊，多沟通，你才能不产生误会。你说是不是？您说太对。有什么事儿摆在桌面上说。对对对对，不掖着，不藏着，好不好？是。那行，那我就去做饭去吧。今天我做，今天这饭我做，我给你露一手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给你做淮扬菜。我跟你说啊，好，我给你打下手呗。哎，钱总！哎呀，王大经理，您好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呀？我找你还不容易呀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钱总神通广大。来来来，里边请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好几年不见，钱总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女人味了。谢谢谢谢，来坐。今儿还有谁啊？没谁了，就我们俩。你太客气了，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来。哎，好好好。你现在在哪儿发财呢？谈不上发财，我现在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啊，专门代理一些大品牌的食品添加剂。我知道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呀，以后还得请王大经理。不对不对，不能叫王大经理，这太生疏了。以后我叫你建平哥，好吧？你多关照关照妹妹我呀。我这个钱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是一个部门的副经理，很多事儿我说了不算。再说我们单位这几年啊，很多食品原材料呢，都是有固定的客户。建平哥，你太谦虚了，谁不知道你是你们食品公司的元老啊？你要说话那还是有分量的，是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们今天啊，就是好长时间没见，在一起见个面，叙叙旧啥的。啊，你看看。点点什么菜？我不用不用，随便随便。你什么随便呀？你不要为我省钱，来来来。不是我。点点什么菜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进贼了呢。哪儿那么多贼呀？我这刚下飞机，肚子有点饿。哟，凉了吧？我给你热上去。嗯，不用了，饱了。你说你这孩子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也不张罗照顾自己。哎，哎，对了，你韩阿姨啊，给你介绍了一个姑娘，人长得特别漂亮，又很热情。哎，怎么着，抽空见见。妈，你还担心我找不到女朋友啊？就凭你儿子人品、学历、这模样，是忽悠。从25岁开始你就忽悠我，这都10年过去了，我连女朋友样子都没见过。这次啊，我绝对不相信你，相亲一定得相亲。好啊，那我让秘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时间吧。你比国家总理还忙啊，没时间给我挤时间。立秋也是啊，家里的是一个事接一个事儿。嗯，谁说不是？我接个电话啊。小晶啊。哎，韩阿姨啊，您好。小晶啊。哎呀，韩阿姨好久都没见你了，今天有没有空啊？到韩阿姨这来吃个饭。哎呀，我没这时间啊，我等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哦，那行，那改天等你有时间的时候，韩阿姨再给你打电话，韩阿姨给你做饭吃啊，等着你。行吧，那谢谢您了，韩阿姨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那你先回去吧。立秋这边还有什么情况的话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别抱着，别缠着你妈啊，扶着你妈，上床边歇会儿去。哎呦，没事儿，妈。把我当病人了，那可不是嘛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三分病，七分养，不能耽误。哎呦，妈，我这在医院都憋坏了，我这回到家了，你还不让我放松放松啊？我跟你说，立秋啊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屋这张床就归你跟建平俩了。还有我，爸，那你住哪儿啊？厅长。
那可不行，我跟建平住客厅，您住这儿。行了，那么大个官你就别跟我抢了啊！这别跟你爸争了。哎，嫂子，哎，你这伤口要不要紧呢？哎呦，没事儿，好了，怎么都没事儿。不瞒你说，这点小伤啊，比生孩子差远了。嫂子，你又吓唬我。我跟你说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我实在不行，我就抛。是吧？我打一针麻药，我一闭眼，再一睁眼，哎，孩子就生出来了。胡说八道！这女人呢，还是顺产的好，对大人孩子都好。你说是不是？开刀干什么呢？现在这女孩啊，太娇气。为什么她要剖啊？她怕影响身条啊。我跟你说，我生你哥时候8斤，生你时候10斤，都70来岁，你看这身条跟跳芭蕾有什么区别？对呀，妈这身条多漂亮啊！三天妈的，是哎，那个秋瑞，今天你回来，妈做了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菜，咱们吃饭去啊，吃饭去。谢谢妈。哎，妈，我搭把手，嫂啊，你先休息着啊。好嘞。哦，我知道他阿姨。哎呀，您太有创意了，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哎，谢谢您啊。大老远我就看见你了，快请坐。这也太巧了，这世界真小啊。是啊，哎，你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呀？真不好意思，我当时没记住。我这人啊，在交朋友上天生愚钝。你太伤我自尊了。不过呢，有一点可以证明，你呢不是一个招蜂引蝶的男人。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女朋友的原因。我很难迈出这第一步，就别提这第二步、第三步了。那你这第二步、第三步是什么呀？了解、恋爱，然后结婚。看不出来，你这从国外回来的还挺保守。你可千万别觉得国外不开放，在我眼里啊，现在国内这年轻人比国外开放多了。是吗？哎，你为什么？没在国外找个女朋友啊？哎，像你这种条件，应该很多女孩子喜欢的。我要自己找一个，能让我像英雄一样保护和疼爱的女人。哎，说说你，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什么样子？我谈过2次恋爱，但是都失败了。现在呢，也有人对我好，但是就是没那个冲动。就是爱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反正我就是要找一个那种我心甘情愿能为他洗衣服、做饭、生孩子的那种男人。我发现我们俩有个强烈的共同点，都是狩猎者。哎，我是射手座，你是什么 ？Me too 啊！真的？哎呦，同命相连。喂，啊，回公司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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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回去。哎，这就到。哎，公司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回去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忙。下次啊，我正式请你啊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咱们到时候再联系。好。哎，拜拜。再见。哎，哎，我到会议室找他，20分钟。哎，你跟踪我啊？谁呀？我相亲呢。逗我？什么逗你呀？告诉你啊，老任，咱们俩没戏。哎，为什么呀？近亲。啊啊！你好，先生，慢下单。啊？多少钱？180。
钱总。哟，月刀，你真是太不容易了！我打了那么多次电话，你今天终于现身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，家里的事儿，单位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坐坐坐。哎，好嘞。钱总，您这是弄到哪一出啊？一个人包这么大一个厅啊？你来了不就是两个人了吗？那也不能咱俩唱啊。那你要嫌人少的话，这样，我给他们经理说，安排几个小妹妹给我来陪你唱歌，怎么样？我从来不搞这个。看把你吓的，你想啥呢？不就陪你唱唱歌吗？不，我跟你说，你出来你就得放松放松。好，好。啊，对了，我前几天啊出差，我去了一趟藏区。摘了点虫草回来，这虫草特别好，我专门托人弄的。不行，这我可不能收。再说，我也从来不吃虫草啊。那你不吃，你就给你爸妈，就当是我给你爸妈买的。我孝敬老人没有错吧？不，我真的不能要这东西太……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你再客气就不是朋友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还是你妹妹吗？对吧？行。那我收下了，这就对了嘛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我给你拿一边。哎，没睡呢？建平还没回来呢，他来电话了，说他加班。你说这混蛋，这媳妇儿刚出院，他加什么班？明儿妈抽他！啊，是，哎，妈，哎，我听建平说了，这次我住院又花了不少钱。没事儿，而且都是您给张罗凑的。建平还跟我说，凑钱那天，您说认可把家里房子卖了，也要救我。妈，哎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，我除了感激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不说。妈，我身边也有人有婆婆，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别人的婆婆像您这样对儿媳妇这么好。没事，我爸出去捡废品收破烂是为了我，他是心疼我，可是给您带来不少麻烦。我知道您心里其实挺难的，这个小区里的人知道您的亲家出去捡破烂少挤兑您，可是，妈，真的，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包容我爸。我说，妈，从我跟建平处朋友，见到您第一面开始，我就知道这辈子我有一个好婆婆了。可是我没想到您能这么好。是我亲闺女，是，我是你亲妈，为你做什么，都是这当妈的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一说到你爸爸吧，闺女，妈想多说两句，你可别介意啊。你说你爸爸把你们仨人拉扯大多难呐，啊，他一长途司机培养你上大学，那得付出多少心血呀。这人吧，老了得让他享清福，得让他高兴快乐。收废品多辛苦啊！
你说呢？他不是还有心脏病吗？你说他万一要犯了心脏病，你们几个得急疯了吧？我这当亲家的都得急坏了。我是这么想，让他住在咱们家，高高兴兴的，有我一口，就得有他三口。没事的时候，跟你公公喝喝小酒，划划拳，什么哥儿俩好啊，六六六六六。哎，你说那多开心，多快乐！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爸舍不得花钱，妈妈，劈他一箱二锅头，让他们喝够。哎，那辣白菜，管够，就酒喝呗。然后摊盘鸡蛋，炸盘花生米，把那心儿里面萝卜那萝卜皮一腌，搁点香油，搁点醋，嘿，下酒菜，多好！我觉得这日子得这么过。老话有一句，说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妈，咱们家有您。就是一宝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，我劝他，哎，我也心疼他，也不让他挨那累了，他不捡垃圾了啊，好，你放心吧。刚才你那句话，说的妈这心里头啊，热乎乎的，好多人把老人呐当负担。当废，你刚才说了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我闺女把妈当宝，您是咱们家的大宝贝。累了，刚住院累了，妈今天是话多了，睡觉，睡觉。哎呦，等我亲闺女养好了。还得给妈挣钱去呢，别。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就您那老丈人，我亲爱的亲家，他夜里上厕所，他不开灯。你妹妹上厕所，突然出来一黑影，把你妹妹吓得咕噔摔一大跟头。这不是送这儿抢救来了吗？那这回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？还不知道呢。梁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替我爸跟您道歉了，行吗？嫂子，我叔不是不知道家里有孕妇。晚上上厕所的怎么就不能开个灯呢？这孩子跟江慧要是有点什么事儿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你说我爸这上厕所不开灯啊，他就是想省电，老毛病了。行了，你让我静会儿行不行啊？哎，娘，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管什么用啊？对不起，能救建辉和孩子吗？上厕所不开灯，就为了省电，省出事了吧？一出又一出的惹事，有完没完你们？大夫来了，大夫来了，大夫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母子平安。
大人没事儿，孩子也保住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你们以后得注意，这多危险呢！不过得再住院多观察几天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谢谢。建辉喝点水，他能喝吗？你们都回去吧，这有我跟梁子就成了。妈，您回去吧，我在这儿盯着。我这当妈的，我能回去吗？你是王家的儿媳妇吧？哎，你好，阿姨。可带着你的。阿姨，您是？我是咱们小区的治安巡逻员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阿姨。你喝杯水吗？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爸是不是还在捡垃圾呀？啊，是的。我爸今天早上就出去了。哎。我苦口婆心地跟你们说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告诉你们不能容忍你爸啊干这种危险的勾当了。哦，谢谢阿姨的关心，不过没问题，我爸的身体挺好的，也闲不住，捡就捡吧，反正也不干重活。闲不住就干这个破坏小区的安宁、破坏治安的事儿，我告诉你，这可属于坏分子。哎呦，阿姨您严重了吧？这一不偷二不抢的，靠捡废品养活自己，怎么还能成坏分子呢？我听你这个意思，好像你还挺支持他的吧？当然了，我也捡废品啊。你也捡废品？你们全家都捡废品？不是的，阿姨。我问你，你知道我孙子是怎么受伤的吧？是你爸那些废品把他砸伤的。你们为了自己一己私利啊！今天砸伤我孙子了，明天可能还砸伤别人的孙女儿，啊！咱们小区这么多的住户，谁还敢住下去？我跟你这么说，你有孩子吧？换成你还敢住下去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可不能再捡废品了。如果再捡下去，我发动咱们全小区，把你们轰出去，知道吧？阿姨，上来讲讲，给我过来。阿姨。下个月的广交会要打响南方市场的第一枪，就靠你们二位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一定要严把质量关。最近食品监管越来越严，我们在原材料的供应上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还有什么困难吗？啊，没什么困难。董事长，我倒有个建议。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啊，基本上都是老客户，他们在原材料的价格方面呢，普遍偏高。是不是考虑一下重新选择供应商，让供应商和供应商之间有个竞争意识，这样我们公司好节省成本。好啊，只有节约成本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嘛。你跟孙经理商量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董事长。
不是，我说王建平啊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老孙？我问你，你跟刘董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你不都在旁边吗？我就说我们厂进的添加剂比一般市场价格要高，可以考虑换一家，本着节约成本的态度嘛。高出的价格我不知道吗？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吗？红灰厂的厂长的小舅子是我们经济开发区的主管，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们得照顾吧。我跟你说，有了事情你得跟我商量啊，你直接跟刘董说了，那不给我上眼药呢。啊，老孙，我是替厂里利益考虑，我真没想到其他的。我感觉最近以来你有点心术不正，你到这个厂是我把你带起来，你现在觉得你能力强了，比我强了，这个椅子你来坐。我怎么嚣张了我啊？你不就为了那点回扣吗？知道这事儿是我爸不好，害得咱们大家虚惊一场，主要是把你吓坏了。看在嫂子的面子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行吗？嫂子代我爸向你道歉了。来，刚熬的鸡汤，放了党参，还有红枣，趁热喝点呗。嫂子，你说生孩子什么感觉呀？哎呦，这好像一人一个感觉。反正我那时候生妮妮的时候，就感觉特别疼，从来没有那么疼过，都疼出幻觉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我就不敢喊，也不敢叫，我就一直忍着忍着。后来大夫就让我使劲儿，那我只能听着呀，使劲儿我就使劲儿。然后突然之间就感觉身体里最重要那部分一下就没了，孩子就生出来了。嫂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孩子还在不在了？当然在了，医生说了，孩子保住了。不过以后啊，让我们都注意一点，尤其是你自己。嫂子，可我心里特别的不踏实，好像他已经不在我肚子里了似的。你是吓的，这回真的是让我爸给你吓着了。多给你熬鸡汤，你好好补一补。老黄，老黄，thank you.
这么着吧，你怎么又买花了？嗯，你不是说你喜欢玫瑰和百合吗？我还说呢，以后别花这没用的钱呢。嗯，行，听你的。哎，看看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你怎么那么假呀？真的，真的。姐，嗯，你今天能为我打扮，我真高兴。哼，想什么呢你？真臭美。我今天同学聚会，哼。啊，那我跟你一块去呗。我同学聚会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真是。我给你当保镖，啊，那我给你当司机，我给你当助理。本小姐没那么娇气，快快快，我赶时间走了，走了，快走了，把这放下。给我吧，我正好出去散散步去。爸，一会儿回来啊。哎哎哎！小鸡，让我跟你去吧，啊！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啊！让我去吧。哎呀，不许跟着我！哎，我送你啊，啊！拜拜。哎，你看。我就知道你能同意，我当然同意了，100%的同意。你说他爸到咱们家惹的这些事儿，咱们家现在啊，在小区已经成了全小区公敌了，出了门谁都指我们脊梁骨。其实呢，我那老丈人心眼挺好的，这么多年就一个毛病，倔，倔死了。是，你说，咱们好心好意的吧。这事儿越弄越杂，哎呦，儿子，跟你说心里话，妈这心里头我不痛快。我跟你说，儿子，我有一主意，我出1000块钱让他搬出去过去。行，那立秋呢？立秋，儿子，立秋坚决不能搬走啊！这夫妻俩不能老分居，分居不是个事儿。你让他爸一个人住在外面，身边没人照顾，立秋能答应吗？这小区里单身住的老人多着呢，那儿女能天天陪着呀？隔三差五来看看，那就算孝顺呢。话虽这么说，可立秋那性格跟他爸一样，属驴的倔呀。要不，你给他做做思想工作？什么我去呀？他是你媳妇儿，你去，你去不去？行，我去，听您的。什么？我不同意！我怎么可能同意让我爸一个人搬出去住呢？我就知道我说出来你不同意。可你爸要留下来，我妈也不同意啊。他觉得这么没完没了的折腾下去，谁也受不了。所以他决定出钱让你爸搬出去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对大家都有好处吗？我知道。现在家里没有一个人能看上我爸，建平，那你想过没有啊？那如果我爸搬出去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们家里人心里能舒坦啊？我能放得下心吗？立秋，你想吗？你怎么老往坏处想呢？中国那么多独居老人，哪那么容易就三长两短的？反正不孝顺的事，我做不出来。立秋。我妈现在看到你爸，心里就别扭。两个别扭的老人住在一个屋子里，谁也不舒服，你爸也不舒服呀。我觉得我妈的意见挺好，花钱让你爸搬出去住，1000块钱，你爸也能图个清净吧。你要是实在不放心，咱们只要有空就带着妮妮去看他。挺好的吗？你非得让一大家的人挤在一块儿，稍微有点矛盾，大家心里都别扭。到时候咱们在这中间多难做呀！你得替我考虑考虑呀。行不行啊？